哎，你来一趟之后的话，为我们捧场，因为在座的好朋友们献上了这么精彩、这么嘹亮的声音，我们的朋友也非常喜欢。我觉得唱一首肯定不行，对不对？那朱老师，要不要来一个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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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大家，非常荣幸啊，能作为这个驻唱嘉宾来参加我的这个好哥们大宝的这个个人演唱会。搞这么一活动真的不容易，而且我也刚才唱一首感谢你的，也代表，请允许我代表大宝哥谢谢大家。接下来呢，我为大家唱一首非常非常著名的意大利歌曲《Mattinata》，就是黎明的意思。这歌词大意就是说呢，清晨打开窗户，外面是一片生机盎然，我的心上人，你在哪里，哪里就有爱情。谢谢大家。Thank you.
乐奇妙夜。温哥华第一届好声音冠军，温哥华著名流行歌手大宝哥演唱会，特邀嘉宾林雨、李梦莹、朱乃君、李振杰、子林。主办机构艾丽莎艺术协会，协办机构北美艺术家协会，冠名赞助西岸文化基金会，金赞助加拿大华人建筑装修协会，银赞助 Pinder Floors and Stars Floors， 媒体合作洞察天下，探寻美好联盟。9月22日晚6:30，与你不见不散。